幸运女神会站在我这里。好，有了有了，大家的 skin 可以那个了。我秒杀小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又回来到我们 skin club 的环节。那 skin club 呢，就是我们 CS 的开箱网站。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呢找到全部所有在 CS2 里面所有箱子里面的皮肤，它有各式各样的玩法，然后呢它也提供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储值的方式，有 PayPal、 Google Pay、 信用卡、银联卡，甚至是加密货币，许许多多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储值的方式。那你储值的时候呢，要记得，千万要记得输入我的优惠代码，那你才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哦。OK， 那最后再说一下我们的小活动。现在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四支影片，你只要在四支影片中记得按赞、订阅，然后留个言。那我们在四支影片都要做这个动作，那我们就可以每个月呢就会抽出一个幸运儿，送你一把这个我们在里面抽到的 skin， 抽到的时候会联络你。那大家记得来参加这个活动哦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啦 ，Go！ 这把来甩甩，冲，冲冲！哎，冷冽血光，这个 P90 很贵耶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价格这么高，但我只能说抽到就是赚，今天小赢一点哦。AK 可以拿来抽奖的 ，M4 也可以抽，就是大概就是 AK M4 甚至是 AWP 这种造型，我们会随机送出，好不好？就是只要做完这四个动作，两块的箱子博一个两百块的吧，十一百倍。哎喂喂，想太多。想太多，想太多。啊！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有时候话不要说的太满了，马上给你一点，马上给你好看了。来把刀刀吧！完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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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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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好吧，看来只有刚那个会比刚跟那个跟十块的这个比较好。我自己抽下来感觉这两个好一点点，不然抽看二十五块的吧，好吧，抽两个就好。啊 ，MP9， 干小亏五块，小亏五块，再来再来再来，不要太气馁。幸运女神会站在我这里。好，有了有了，大家的 skin 可以那个43块呢，很赞很赞很赞，大家记得来参加我们这个小小的小活动，回馈给大家，回馈给我们这个始终的 YT 粉丝，好不好？那就随便挑个便宜的来抽吧，我们这种小资男孩就该抽一点便宜的来以小博大。穿长刀我也很喜欢啦，讲实在的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看来是不太行。来一个啊！来一个，来一个！喂喂喂喂！根本不需要这个，你有超爽两百连射打僵尸啊！给我这个，抽看看 ，Go！ 搞不好他给我一些运气。哦，刀子，不错不错 ，AWP 也可以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啊 ，MP7， 一个阿里乌。嗯，今天还行，今天没有到很亏，因为毕竟抽那个冷冽血光。我们那个 P90 为什么这么贵啊？知道为什么的留言一下告诉我。
条是三块的，决一死战了，完了，直接输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我这个蓝色的还比他的紫色的贵，哈哈。再来 ，battle 我比较容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 battle 我通常都是小赢一点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又赢又赢又赢。这个都将会是我们等一下的这个，我们等一下升级环节的这些素材哦。这个便宜的，贵的呢，我们就留下来抽奖。最后搏一个哈，这个有点贵。我看看，这五十回合哦，哇哩嘞嘞。这边请这个片师小快转啦。要赢了。对我，我跟我队友都狂抽那个一块两块的。这个在飞头曲就很关键了，除非他们出了一个刀子还是什么的，目前我是没看过了。哦，这么贵哦，要两块啊，5块，完了，感觉有点后来居上哦。啊，完蛋了，真的被我捉中了，我操！输啦！我们前面赢的根本不够，后面输啊！好嘞，没关系。啊、哦，升级一下，小事，大家莫慌莫急莫害怕。我基本上我都会挑60%以上的，我们可以先慢慢选，例如说这个，冲！有咯，慢慢升级。到底超过60，反正我们要的只是这个，尽量把这个金额变上去而已。所以不要太在意造型，我们只要把钱拿回来就可以了。来喽，慢工出细活，会赢哦！这手绑带72哦，哎、欸。完了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人尽量先不要过于的贪心。那玩这游戏也是一样，请不要太上头，不要过于贪心，我们就是好玩就好。那大家记得参加我们这个活动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。OK，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